母亲节是阿妈大晒的日子，相信就算平时大家几忙，都会在这个节日和妈咪好好地庆祝。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母亲节是怎样的呢？送康乃馨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？其他国家又是怎样庆祝母亲节的呢？今期指示就等我们告诉你五个和母亲节有关的冷知识，等你对这个节日有更深入的认识了。指示每期都还会有市集介绍、恐怖电邮、师傅专栏、恐怖定价和 Edmund 写的专栏二话不说。指示逢星期四晚出版，记住去看啦。